莅临北一热舞二十二届大神 Montage，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立成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婉莹。表演即将开始，待会表演开始时，请观众不吝啬地给予表演者欢呼与掌声。接下来，先让我们一起欣赏开场影片。那我来讲个笑话好了。好，我本来是天蝎座的，只是笑话，笑话。我本来是天蝎座，然后唐启阳老师说我今天天蝎座的朋友会有好运，对，但是我今天超衰的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因为是天蝎座的朋友有好运。对啊，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大家都会有好运。耶、yeah ！大家今天看得愉快吗？大声一点！那等一下要给老师们最好那个最大声的尖叫声。李立成加油！好。